加入会员有什么好处？第一个呢，你就可以持有这个金属卡，这张卡片呢是在2023年的11月29号于大户之夜呢就是正式的公开，所以有参加这场活动的所有的 BBVIP 客户呢，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商品，现场与会的成员呢都可以来申请。那你还可以有什么优惠呢？比如说11月底的这个大户之夜呢是在文华东方的 Bencotto 意大利餐厅，它有举办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活动，所谓的蚊香活动、哦、那这个品牌呢也是未来永丰大户会跟它合作的品牌。那还有这个前面的餐前酒聚会，正式的 Bencotto 的餐食，每道菜呢都会配上一杯不同的酒，然后让你呢有这个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这次永丰大户也特别邀请宝可梦去哦，那我在那边呢就是一边吃东西，然后一边听主持人还有这个财经专家来跟大家解说这2024年的房市，然后还有股市的趋势，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，甚至连永丰的首席经济学家也到了、哦、这个是蛮妙的。这些所有的活动你都可以参加，我觉得它的价值大概超过5000块台币了，结束之后还有伴手礼哦，这真的是超厉害的。